陈觉瑜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爸爸妈妈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关爱和关怀，当你们女儿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很幸福。虽然我老是耍性子，有时候还很不听话，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，请你们一定要健健康康，一直一直陪着我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